10月4日，正在美国留学的徐娇于微博上传了三张自己身着古代汉服、娇俏可人的照片。同时他还说道，今天学校的着装规定是正式的礼服，于是果断选择了汉服。明天演讲课我要向大家介绍古琴的历史和基本的弹奏方式，表示自己正用实际行动弘扬中国文化。此番举动引来众网友疯狂点赞，不少网友称赞徐娇不仅变成了大美妞，还多才多艺，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中国元素一出，老外就招架不住了。更有人逗趣赞道，这么可爱一定是男孩子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